迷你世界中的野人，白天他会呼呼大睡，你们看他头上的 Z 字标识，这证明他已经睡着了。很多小伙伴说野人很坏，是我们的敌人，错，其实他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野人白天他会睡觉。如果你曾经被野人揍过，请点一个赞。我和学姐发现，野人在老版本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白天，你看他们会直接找一个洞钻到地下去，并且他们会直接消失。在新版本更新以后，我们发现野人白天他会睡觉，没有错吧？但是我和学姐发现，野人看到人类，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过来。你们看，他并没有睡觉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三个就是此时野人的心情，小伙伴们发出来我们看一下，并且你们看天空是亮着的，这证明现在的情况是白天，但是野人他们并没有睡觉。所以说野人在白天其实并不是只会睡觉，也不像老版本中的野人他们会直接钻下去，而在新版本更新以后，野人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。如果在白天你看到他们，他们并不会消失，而会直接跟着你走。